你们又要点点点，冷不冷把你们的点点点收起来。刚刚我接到官方大大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那个今天下午的就是一会儿12点钟以后的表演会非常非常的精彩，然后为了你们的身体着想，他说让我再顶一个档，然后让你们去准备纸巾，让你们去那个拿点水拿点吃的，免得一会儿你们就哼，你们就一会儿就哼，你走开。怎么走啊？我不会走，我只会飞。对呀，又是我呀。啊，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，你们真的是哎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这次我生气了，哄不好的那一种。虽然我知道你们也不会哄我，我也不求你们哄我了。我要跳一个舞，这个舞呢是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的，名字叫做《半天常开花一朵》。我不想看见你，我好想看见你哟，我特想看见你。对，刚刚那个是。如果你们一会儿我这个舞跳完了，如果你们确实是喜欢刚刚那个音乐的话，我可以用刚刚那个音乐给你们跳一支舞啊。锁定993频道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嗯，不哄你爱你就好了啊，这个可以有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一个舞蹈送给你们。手中我
自己去买啊。感谢传说，谢谢谢谢田小姐姐的关注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那个来点荤的，嗯，一会儿我过了之后全部都是荤，你快去买，你快去买纸巾，不然一会儿不够你用的哈。哎，快去买吧。好了，锁定整整三频道，传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叫姑娘，重庆人，唱歌，不对，重庆人，跳舞的主播，嗯，然后我是跳古典舞的。你们不准说我，不就是喊我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去学嘛。学不学的会就是一个问题了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自己跳的韩舞我自己看着都尴尬。你们确定你们要看吗？我怕一会儿你们会说你别跳了别跳了，你还是给我跳古典舞吧，你在韩舞跳的我想自杀。跳个古典舞顶多是不想看，你这韩舞跳的我想自杀。好了好了，然后不唠了啊。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你这个是西游记吗？那个不对，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调戏嫦娥的，不对，调戏那个什么猪八戒娶媳妇的那个是吧？我决定我就用那个音乐给你们跳一段，我是次要的，主要是你，完了我什么都没有的怎么办？我有的就是一颗坚持的心。好了，不唠了，不然一会儿时间不够了。然后喜欢姑娘的宝宝们点一下直播室通知哦，谢谢谢谢谢谢啊。然后一个。
我10天前出了车祸，然后受伤了。现在我跳舞，我现在在这里跳舞都是疼的。我现在在这里跳舞，我身上的都是疼的，所以说没有办法跳舞，因为会很难受。鼓上舞的话，控制不好我会摔下来的，所以说没有办法跳鼓上舞。嗯，那个不是，就是一道古风背景，就是一道古风背景，那还跳？那不行啊，有你们在这里我能拒绝吗？我拒绝得了啊，是吧？就当你们媳妇儿跟你们说，老公我要吃棒棒糖，然后你们说不行，糖吃多了挡住牙，你们舍得不给他吃吗？不给他买吗？过分了吧你啊。好了，锁定就是三频道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啊。姑娘不会跳韩舞，但是我以后去学吧，好吧。其实韩舞还是最主要是难度太大了，然后那个但是别的主播还是会跳的，所以说你们也不用离开啊。然后我们斗斗嘴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没事的时候斗斗嘴啊，是吧？你跟我吵两句，我跟你唠两句，是吧？好了，喜欢姑娘的宝，没有下方直播时通知我，勾勾一下，我喜欢上你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回家？时间快没有了，再给你们来一小段。记得点关注哦，头上是啥？头上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东西，嗯。